飞了，你怎么有空上来啊？都是中午，哎，中午吧。等罢了。哎，笑哎，然后你不用恭喜啊，我跟你讲。等罢了，给你等罢贝洛，你现在不要看上瘾啦！哇塞，你看上瘾了！你要看，你看上瘾了你。你公公今天有来这边买哦？叫我们龟头哎。哇，炸了！你们不要发疯哎，偶尔看看就好，飞龙。Hello， 不要乱卖啊！Hello， 不要这样子啊！你去后面冷静一下，你要不要坐？我坐嘛，你要不要坐？你坐五分钟，冷静一下。他每天都在follow我，干嘛？飞喽！你完蛋了，你们家里会充斥着三八零八七八，来了来了，吹落去啊，吹落去，冲个大巴洞啊！还陪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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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米粉，陪到炒肉，吃个长长棍。啊，筷子小，板娘怎么上来了？板娘，李港休息了吗？李港今天怎样？听说还可以哦。板娘跑上来了。Hello。我连大肚子都跑出来，我有大肚子吗？你是说客人大肚子都跑出来，还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事啊，没事的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哦，冲我大巴刀！掉下来，十块！冲我大巴刀啊！起来呀！五块！虾子。
虾子两，你要吗？两百，虾子。哎呀，两百。你做什么鱼啊？我赶快的物件。什么老鱼啊？在加州。我那边晒的生。加州哦，加州来。想挂科的了，那已经是赔钱了。因为咯，加州咯，来加速咯，得水咯啦。两个。加速咯。几倍咯？四百。那个包，那下面的。嘿，你两，你两分开，嘿，两杯两杯。啊，下次我马上已经买不起来了。Hello， 李同学 ，OK， 哎。Hello， 还要再一个。再一个。刚才李同学去离港了，对不对？离港休息的。那过来，等一下回去再来处理离港的标题。家里经济不好，很少看直播，请阿唐。请阿唐看直播又不用花钱哦，你要赚钱对不对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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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爱剩啊，你还爱剩鱼啊？这里啊，捆的捆。啊，几位啊？台湾人啊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啊，你别那台湾人，两只波鱼，两只波鱼。好，下次我帮你拿200块。哎呀，结婚。哎呀，结婚。来，小心哦，来。爸爸，上班到凌晨2点才下班。请阿唐，你我觉得我这几年的感想就是，我以前有上过班哦，我以前也是负债很多的哈，我以前有上过班。那我的想法是，上班太难扭，光靠上班真的很难扭转情势。你必须想办法，除了上班以外，其他的地方要生钱出来。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我是走过来的，我本来是上班，后来觉得上班的话，我会一辈子都在欠钱。我妹最近很忙，所以她最近没有在直播，她要上班。因为去年到今年那个，她那什么有关于电子业的IC 设计啊 ，IC 产业啊，那些面板的那些啊。我妹是在和硕，都忙翻了。对，也短条啊，别个说的。请阿唐，那个我只能说要，不管怎样要想办法。我也曾经就是早上是除了上班以外，早上4点还起来弄网站，然后假日还去夜市摆摊。我也有去过夜市摆摊，摆摊回到家2点，然后早上起来又去学校，又去公司上班。所以我也有过很凄惨的时候。板娘现在休息了哈，板娘休息了哈。对啊，我有卖过鞋子啊，去夜市卖鞋子。可是夜市好难卖哦、喔。这些设计就。切冰块好不好？好。啊。设计啊。去跟人家抽那个零食摊啊。哎呀，那边。去跟人家那个。四叠五八。抢那个零食摊。喂我吧。现在定位好啊。谁的？不是我的。哎？是我的吗？是我的，但是。喂。是谁？喂。
你要干嘛？你够没有？你给我包点。我就不管了，没了。这我就管。今天离感应该还可以啦，哦。没有呀，可以，可是我不喜欢吃多的。你别看嘛，你光会炒。你别看。哇，那就那就你别看桌面啦，来，我去桌面了看啦。看电视倒啊。我去桌面了看，你别啥？拜拜。你要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拄仔就来，我就慢看看。我无啊，过来，我就帅哟，帅气的五百块，四片五百块，大地大地啊！对哦，哎，五百了。十万两个，两百八五块啊，两百八五块洗地啊。机会两百，对啦。帅五百了。私募鱼啊。四五百块。对啊，我当然知道有人比我更惨啊！我知道有人比我更惨。我没有是，我当然不是最惨的，那个社会底层的更可怜的，什么资源都没有的，那完全没办法翻身的，更很多。哎呀，修法比较更细的，我刚刚这只太能帮，你还黑了，哎，还好啊。但是老实跟你说，如果我是底层没办法翻身的话，哈。我会把我自己很惨的人生拍下来，上传到 YouTube。四地五百了，五百块，五地五百，五百块了。例如我说如果我在真的必须要去路边讨钱，我就直播。啊，是要吃大地啊？大家都有，大家都有苦过了。五百了啦，五百块啦。五百。哦，这是第一斤的呢，一块超过。一袋一斤外，这是第一斤的啦。这嘛是一斤外。这个细袋啊。哦。一袋个大袋啊。一袋个大袋啊。我下来五百了，五百哦。哦，这边加四斤啊，四斤吧。还五百嘞，过来，我食鲑鱼无啦？五百嘞啦，不要嚼，不要吐啊！谢谢啊。够啦。没有卖一个的。后面还有，他要把它慢慢卖光。五百了，五百，买不到了，下次就没了。帅五百包呀，你卖啊，我贵五百卖啊，卖啊，我收来啊。哎。你讲鱼咩啊？你讲鱼啊？老板。两百。四，应该是四吧？对，四只。过来，我们讲鲑鱼呗。先买冷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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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吧。它是那个电炮的翻，就是有一个，它是跟它一只，它是先买一只。不啦，不啦。我啊，一半。吓，一半啊，我累。食袂了，你上少买两袋，你啊五都看会无？两袋啦，你啊五个。有没有私募鱼肚？有啊，私募鱼肚在这里，看到没？在这边私募鱼肚。对啊，我妹是电子和硕。我妹在和硕。对啊，有私募鱼肚。今天有大片的私募鱼肚跟小片的私募鱼肚。我其实我跟我弟都有，我跟我弟都有很惨过。我跟我弟都有很惨过。这个多少？啊，不可以让家人知道。100哈。我们不可以让家人知道。
所以我们就自己撑过来。来就刷烟，住。好，刚刚没听。干杯了，干杯卖完了。干杯卖完了。来过就香。宝贝，无问题啊。明天我在八卦山，摆了，大哥，可以下。哇靠！我，这个市场比较晚，现在还是蛮多人的，那你们看一下。没有衰烟的，搞什么衰烟？没了，没了就衰烟的，好了。你不要想你，我不要想，我不要想。因为我跟我弟交换，我跟我弟交换，他明天来台中，啊，我去彰化八卦山。哎，一到山得100块没有，因为我后来想说，因为我弟还没拍过台，很久没拍台中的。所以礼拜六才有时间让他交，跟他交换。这样的话，我四天就是拍四个不同的场地，然后我弟也有台中的，这样比较平衡呐。哎，好，对啊。哎，蛋姐，可以耶，我发。多的，哎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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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三个吃大锅啦，搞那么吃鱼汤的呀？烟熏鱼蛋，哎，台啊，你看没台啊？没有去台啊？是不搞去？ Yes, this is live video. This is the train. That's the train. 明天下午一样到新达港，没错。这一边外口你啊，我你买一加一边啊，一边啊，你上够开八个。今天要买几个？哦，三百，三百来。三百能把握起来，能把握。哎呀，够肥啊！够肥啊！能把握呀！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谢谢嘞，能把握嘞。哎，因为我，谢谢你。今天便宜了呀。今天便宜了，你。便宜了，还袂当的。现在三四天，当的了。哈哈。今嘛，十一点半啦。十一点半。十一点半啦。这鱼多，这也只开两百啦。我鱼多少？
200块了，200块了。不会结呢，结尾啊，结尾一道呢。都买一台看的，150，150，我给一条。好的，哎呀，好的。